新港乡农会为了鼓励农民为新港乡农业的付出，举办1807年度农民节甲模范农民表扬大会。馆长魏明国嘛亲自出席颁奖表扬，感谢农民朋友长期以来为台湾农业所做贡献。台湾会当有即卖经济发展，农民朋友的贡献是非常的大。为着要感谢上基层农民朋友的付出，新港乡农会是来举办庆祝1807年度农民节甲模范农民表扬大会。今仔是咱彰化县新港乡农会1807年一年一度的农民节庆祝大会。2月初4是立春，我拢提早来庆祝咱农民节。农民做事是真辛苦，所以我拢提早来甲因庆祝安尼。只要农民的心声，我新港农会尽量拢配合。新港乡虽然位于红头水尾，但乡内农业却相当的丰富，尤其是葱头甲蒜头，农会嘛全力来协助农民行销，让农民朋友会当有更加好的收益。农会吼促销咱的葱头，咱的迄个葱头、蒜头，因拢家买啦。我农会拢配合因农友啦，只要收购的我拢有啦。主要我就是甲促销伊的葱头，葱头就是变作生意人，水的拢摕去，歹的我农会拢甲促销，安尼啦。葱头今年嘛足好价，拢大家收啊足欢喜的。新港的农产品葱头、蒜头、番薯嘛真好啦，蔬菜嘛真好价，所以今年拢大家真好丰收。馆长魏明国嘛特别前往参加表扬活动。对农民朋友的付出，馆长也特别表达敬意，并且以颁奖给新港乡优秀的农民。新中华新闻，白明林新港采访报道。